即係科技股近日又回軟啦，即係譬如阿里巴巴，大家睇住啲大位，即係100蚊、90蚊咁啊，最新又即係都係失守咗啦。咁同埋騰訊都係300蚊又失守咗啦。咁啊，其中一個情況就係話市場都預期美國有機會咧就係加息0.75厘啦。咁所以即係喺個加息預期令到債息上升之下，其實科技股傳統嚟講都會偏弱翻啦咁樣。咁啊，加上其實譬如本地嘅科技股咧就有除了有大股東沽貨的陰霾之外，其實即係政策的隱憂也有的。最新就是國家網信辦就提出啦，騰訊旗下的 QQ 和快手等的平台咧，要持續去排查處置涉嫌咧呢個信息欺詐的問題嘅。咁啊，網信辦就話啦，暑假期間咧，反詐中心就監測到咧有多宗對未成年人的電信網絡詐騙的事件嘅。不法分子咧就經常以加入明星粉絲 QQ 群咧作為利誘啦，咁啊聲稱完成任務咧就可以獲取禮品或者明星嘅簽名，去誘導嗰啲未成年人咧進行轉帳或者係刷單嘅。有啲宣稱咧免費贈送遊戲裝備啦，再通過譬如啟動費啊、認證費啊、驗證費等等咧，就騙取未成年人嘅錢財啦，就嚴重危害未成年人嘅身心健康嘅。咁另一個即係科技板塊嘅新消息就係話，阿里巴巴宣布啦，就正式向港交所就申請作第二上市啦。咁咧就港交所就確認咧就已經發出咗呢個確認，即係俾接受咗佢哋呢個申請啦。這個科技股板塊其實即近日都比較弱的，你覺得跌夠未呢？或者是說如果這樣問你接下來看到譬如說大股東減持的陰霾仍然存在，或者是那些監管的都會持續的時候，現在開put又是不是一個適合的時機呢？就我暫時去看的時候呢，譬如呢以剛才那個的消息狀況去看呢，偏向上呢就跟信息相關的一個的消息呢就偏向上是稍微是負面一點了。那就再加上呢近期個港股的狀況呢都是比較是疲弱呢，那就可能呢就整個科技的板塊呢似乎都還有一個的陰跌的狀況在這裡。那呢所以變成呢，如果你說去考慮開put的時候呢，那都還要去考慮回到底是係有幾大的下行嘅空間喺度啦。咁就以現時個消息面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咧即係睇淡咧係相對上係適合嘅。咁但係咧亦都需要考慮翻咧，咁咧即係已經係跌咗一輪嘅時候咧，如果忽然間咧有一啲嘅利好消息咧，係會出現咧一個咧比較大幅嘅反彈喺度咯。咁所以如果你話開put嘅時候咧，可能咧就只係咧適宜咧小注嚟到去試個水温啦。咁就相對上比較安全啲嘅時候咧，就係、是、咧可以睇一睇下邊一日恆指咧就咧嗰個反彈咧係比較上明顯啲，譬如咧可能咧係升到有200點或以上嘅時候咧，先至去考慮開put咧，應該防守性會比較上係高啦。嗯，好啊。咁譬如話如果真係頭先都採取咗你建議嗰個策略開put，你覺得邊一隻嘅科技股你會覺得比較直博啲咧？我自己覺得暫時去睇咧，就騰訊會係直博啲嘅。咁咧因為咧就大股東沽貨咧，其實咧就咧應該咧會係咧持續地有一個嘅進行嘅狀況喺度啦。咁咧就咧，所以咧本身就已經係偏向有沽壓啦。咁同埋咧就即係頭先 Wendy 去報一啲嘅即係個數據方面嘅時候咧，咁係咧枕住係咧騰訊係有北水嚟到去流入嘅。喺咁嘅狀況之下咧，佢股價都係比較上係弱。咁如果你話北水可能咧有一個嘅減少流入嘅狀況嘅時候咧，可能佢個調整幅度咧就會係更加大啦。咁咧，所以咧稍為可以考慮嘅時候咧，睇下有冇機會咧喺305去到308蚊之間呢一啲嘅位置咧，可以考慮補倉去配咯。嗯，咁你譬如話會唔會話邊一類嘅即係做淡嘅工具，你會比較建議？應該是開紅證啊，定係開put咧？即如果真係睇淡嘅話，就咧視乎翻咧大家嗰一個嘅取向。如果咧你話咧係純粹一個即時操作嘅，咁咧就咧即係唔諗住咧就擺過夜嘅時候咧，咁咧就咧應該就開紅證會比較上係適合一啲。咁因為咧就唔會有一個嘅時間值嘅耗損喺度咯。咁咧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其實都可能咧會揸3-5日呢一個嘅時間嘅，咁變咗你咧橫跨幾個過夜嘅交易日嘅操作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會開put咧嗰一個嘅風險上咧就會比較上低一啲嘅。